那个课没正好，没有这个，我昨天没正好啊，我昨天是分水洗了。第二个我困了。风雨，苏北青。一会儿人家来了，炖个甲鱼汤，蒸个鱼，弄个虾。花开。 好像是新厨房，这也叫暖房啊！现在，现在厨房弄一下烟火气。今天大老远来了，不得找咱合适去？不是，这没啥毛病，就是好找。拿屎了，你在干嘛？我先把拖鞋收起来，要不一会儿进来放鞋。你说的是弄开了？嗯，弄过了，后面了。是好。哎， 燕总在拿着我的东西啊，他就说搬新家了，得给你整点小家电。一会儿，咱们等会儿买点东西。我已经买好了，我还想着得回点礼了，不然这弄东西过意不去。我已经买过了。啊，行，那就行。哎，直接进，直接进，东西，不用换鞋，不用换鞋，不用换鞋。搬新房也没啥，欢迎来到新家，第一次来。买了点水果，带了点搬新房重新家，带了电器。 我刚才还跟世豪说，这都是刚需，太多刚需。真是刚需。换双鞋呗？不换了，不换了。咱们赶紧。哎，不用换，不用换。阿姨跟世豪他们都已经做饭了，开始。是早上你来了啊？早上6点钟起的。6点。6点，起来买菜。我妈去菜市场采购去了。本来我们昨天说8点钟出发，是。完了买了点水果。没事没事，坐坐坐。走吧，走。 任总，你来，你看慢，我们放几声呗。哎，一个太远了，我得换一下，看看。这茶吧唧，好吧，给我家可般配了，话都可畅的。是能语音。喝点白开水。喝茶水能好泡。小爱，主人有什么吩咐？加上水，不开始加水，请注意水壶水量以防水量溢出。哦。 哎，我感觉一进来最显眼的哈，就是露台的位置，是吧？到时候这儿分离的，给它合一。原来我也有一毛钱哈，后来被媳妇占领了，然后被占领了，其实还有一点点，后来孩子又有了，然后我就没有一毛钱了。啥都没，然后改的，还加了一个墙。也没有想到自己将来会真的梦想成真，可以让家人住到这么大房子。 所以说要好好奋斗嘛，给我们。对，是的，家里有好好奋斗。这个是炒菜，这是炒菜。这是草莓醒开了。这个好看。还一个颜色呢？两个。三个颜色，还一个颜色没带。我就用这个炒菜。可以，那我们看看更好吃。哎，这个用开锅吗？不需要。行了，这个阿姨非常喜欢。北方吃的大饼。 这个阿姨非常喜欢。妈，给您希望老兵呢。哦，这个。小兰。来，这次来给你带了份礼物。什么呀？你等会你看。好精致。啊，给妈买的了，一会母亲节到了。哦，后天让母亲节。14号。然后父亲节也快到了，我们已经收到关于下个月，是吧？哦，我知道这个。很漂亮哈。这个你们做的好好看呀！我之前买过，我之前真买过。 因为那天刷我有一个粉色的，但是我买那个红色的，那你测评一下，我得测评。测评。这样可以吗？关键是我真的很少很少下厨房。不用你下，不用你下。我婆婆从来不叫我下厨房，一来就让我休息，她说我平常工作比较累，所以来这都让我休息。花钱转过去了，慢点啊，这嫂子。拿着也得给她花。啥都可以了。打开了。 我跟叔叔说一声，我喝了。任总，你就坐那儿吧。叔叔比较热情。你丢，不行，不行，你丢。坐坐，你丢吧，你丢。不是，你行了，不用不用，你丢，你应该完了，你看叔叔别拿牌子就。